诗篇119篇105至106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示而行。你众人起站立，我们称你信誓广大。
时候光大，你心时候光大，清晨复清晨，祝爱日更新。我所需要你赐手丰富预备，你心时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晓得，心里所隐藏的都瞒不过主。求主赐下圣灵感化我们，使我们心清一洁，尽心爱主，尽心归荣耀于主的圣名。这是靠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荣耀归于至高至处的上帝。光，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诚然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荣耀归于至高至处的上帝。上帝是全能，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荣耀归于至高至处的上帝。上帝是爱，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的称为上帝的儿女。主为我们舍己，我们就从此知道何为爱。荣耀归于至高至处的上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由同真理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灵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你在一起站立，我们唱荣耀颂。姐妹们，祝你平安。很快的，我们来到了八月份了，第一个星期，今天要向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有关于神的末世。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到，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所以当我们知道神，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就应当就是要遵守，要遵守上帝的话。圣经是以
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心都是有益的、啊、叫属神的人得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就来看、啊、这些、经文所带来给我们的这些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帮助，以及、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的权威、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尤其是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更加的是要信靠主的话，因为他是上帝所漠视的。我们信徒若不遵从神的话的话，我们不遵从神的权威，我们也不信神的能力的话，就不能够让还没有信主的人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了。所以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对神的话语有更大的一个信心。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上帝的悦，上帝 的安慰都在圣经里面，他是借着默示给人把他的这些都写下来的。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谓神的默示是神启示他自己，然后让人去经历他，经历他，他所在正在做的事或是将来所要做的事，让人去经历神，认识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当然新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他的整个的生平里面如何的向他的门徒们来显示他自己。我们也从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他们怎样去经历神，他们怎样在那个痛苦困苦的环境当中怎样的依靠神，经历神如何的把他们从埃及这样的一个的为奴之地给带领出来。而当以色列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他们怎样的去依靠神，因为在一个旷野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东西可以依靠的，唯有就是依靠神，这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经历然后去认识这位神是那么的有权能，那么有能力，以及是供应的神。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些的经历，让这些经历的人把它写下来，就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的经历，让他把这个他们经历神把它给写下来。所以在这些的书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显示他自己，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能力，他的公义，甚至他的愤怒。所以这些都是神启示他正在做的事情，然后他将来有做的事情就是借着先知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一直的在这样的一个的悖逆的环境当中，他们将会受到神的审判。如果他们顺从神的话，神的祝福继续的临到他们。所以就是这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所应许的所讲的每句话都是成就的，都是成就的。因此我们对神的话有一个应当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信心，所有神的子民，我们应当对神有更大的信心。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何从他们的那种的艰苦当中的环境当中，如何的依靠神带领他们能够处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现今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同样的会像以色列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面对一些的困难，我们面对一些的挫折，我们面对一切的失败，但是我们深信这位神他的应许他的能力会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出来，
会带领我们去度过每一个的困难的环境，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们更加的要信靠神的一些的应许，神的应许。首先我们看到圣经的教训，教训是有一个教导、责备、跟警戒、跟劝勉。上帝借着他的话语来教导以色列人，就是颁下这些的律法，颁下十诫，让他们去遵行，教导他们行正的路。然后责备，神的话有些时候对于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会给予责备，为的就是要他们能够回转，责备他们，如果他们行错的时候，神会借着先知或者借着各样的一些的人士来责备他们，然后给他们警戒。警戒就是他们必须要明白，也是体现到他们正在处在一种的危险当中，危险当中，然后劝勉他们。所以对于这些圣经的教训是有一种绝对的权威跟能力，信徒一切的生活的形式的准则，我们都应当遵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训。无论是教导我们如何的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或者是我们受到了责备警戒，我们都应当的就是遵从圣经给予我们的这些的引导。圣经也是会督责我们，圣经给我们一些的教训过后，他会督责我们，所以他会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他会指责我们，他会督责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真理里面来行事为人。我们是凭着真理作为一个标准来定罪的，圣经的标准比世上的标准还要更高。世人的标准只是在于一种的表面的一种刑罚或者是审判的那一种情形当中，然而圣经是高过就是世上的这些的标准的。比如说偷盗的这件事情，地上的世上的这些的法律，如果你偷了你没有被抓的话，你可能不会被定罪。但是圣经里的偷盗是，如果你的心起了那个贪念，你想要偷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你已经是犯罪了。所以圣经的这个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行出一个更高的一个的标准来，使到我们的良心会受到责备。如果我们心中起了贪心的时候，圣灵就会督责我们，我们不应当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当有这样的行为。人也会因着自己的犯罪而责备自己，所以一样福音也有讲到一句，就是圣灵来，他是真理的灵，他又使人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敏感于罪的行为或者是罪的意念。当有这样的一个的意念出现在我们的脑海的时候，圣灵会督责我们。这是我们以神的真理为一个标准，不是当我们去犯了我们才犯了罪，而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念念头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一些的督责。很多时候人会犯罪是因为我们的思念，我们的思念。当我们有这样的思念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化为一种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就是犯罪的一个行动了。所以当
我们的心中有异样的这样的一个的念头的时候，圣灵马上的就会督责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至于啊行在那种的行差踏错之中，而使到自己啊得罪了神。圣经也使人归正，归正就是走在正路的正确的道路上了。人受了圣经的督责，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就会向神悔改，不再偏行己路，归向神了。这是一种归正的一条道路。当我们在行在这个道路的时候，这条圣路的时候，我们受到了督责，我们受到了一些的提醒的时候，警戒，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行差踏错了，行差踏错了，必须把我们的这条路更正过来，所以我们会向神回来悔改，不再偏行己路而归向神。这是圣经给我们信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让我们能够不偏左右，走在神的这条的正路上。圣经也教导人学义，行为行事为人都行在光中。米迦书六章八节也告诉我们，世人啊，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了，他要你的是什么呢？只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圣经也要我们在我们的行为善都行在光明中，不要去行那些黑暗的事，黑暗的事是不蒙神所喜悦的，我们应当是行在这个光明当中。所以按这圣经的先后次序，是教训人，然后督责人，悔改归向神，教导人学义。圣经它会给我们一些的方向，给着一些指引，如果我们偏差了，它会督责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走在这条的正路上，也继续的能够行善或者是行公义的事，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美好。所以这一切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为做神的儿女的益处。我们在这个世上太多太多的这些的引诱太多的这些的混杂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大栏杆一样，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就要像一朵的那个莲花一样出于淤泥而不染一样。但是要这样在这样的行当中要在这处境当中如何的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必须有一个规范。所以圣经就是我们生活的一种的规范了。圣经让我们能够怎样的活出一个属神的儿女的一个生命来，也能够活出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来。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人，才能够用圣经的教导作为一个行善的根基。如果他不是属神的人，他很难的去明白圣经的真理的。比如说我们说撒谎是一种罪，我们就是我们不单就是撒谎，但是世人却以撒谎为成为一个的善行。有些时候他们说白色的善法是好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应当是撒谎，应当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在以那种的观念上以及我们的那种的世界观有很大的一些分别。
我们怎懂得怎样去使用啊真理来有一个分辨。所以圣经是信徒一切生活的这个的准则了。圣经是信徒的一切生活的准则。我们必须是按照神的话来面对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圣经给予我们的一个这段经文主要的就是这段经文就是给我们三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圣经的权威性神的话是神的默示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是我们的一种的准则如果信徒连上帝的话都不听的话他是不配成为神的儿女的因为唯有权威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在他的面前来降服来顺服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就是圣经是上帝的话无论他的记载有些时候我们看了很多地方可能我们不明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以现在的处境来看以前的那些的处境当时我们这些都是一些的文法上的差异一些文法上的差异当时可以做的并不代表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做的所以尤其是一些的违背神的事情违背神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是违背神但是他们的结局就是最后就是灭国他们必须要承担他的这些的结果他们所做的这些的后果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就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知道刚才圣经也就是也有讲到就是上帝的默示他也记他的著者圣灵会不断的感动我们的不断的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就是悔改归向归正然后行在神的这个的义的道路上如果我们还是一样的就是不把上帝的话当成一回事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就是神会任凭我们就好像当年他任凭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他们必须去承担这些所带来的一些的恶果所以上帝的话是对我们有益的是对属神的人有益的为的就是要来帮助我们怎样的在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或者是不同的处境当中如何的能够活出一个真是有神生命的一个的人然后读次研读圣经读次经研圣经我们既然是知道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认识以及愿意的去遵循神的话我们也是应当就是有一种的对上帝的话也能够有更加的用心的来学习就是一些的查考圣经如果不明白的话我们就可以查考像一些的解经书或者是一些的灵修书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对上帝的话有更深的认识以致我们可以遵循神的话上帝的话是有它的功能的所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行各样的善事这些都是神话语的功能能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不同的世代当中都能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诗篇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宣召诗篇119篇105节到106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时而行
这是我们啊，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其实应当把上帝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处在一个的环境当中，看似很像黑暗，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话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在这个的黑暗的世界里面如何的走出一条的正路来，如何的走出一条正路来。所以圣经是超越时空的，旧约圣经在主前1800多年之前，新约到如今也是整2000年了。你成书的话应该是新旧约成书应该是主前300多年，所以到现在已经是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它是超越时空的，适用于每一个的年代，每一个年代我们都可以使用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尤其是神的应许，神的那种的安慰，神的带领，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超越时空的各样的年代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如何的来服用圣经。上帝的话会带来一种的指引能力、方向跟行动。在这里我就是要一个的见证结束今天的这个讲道。我为什么会讲这个追思礼拜跟打疫苗的关系呢？这是好像两个不同的课题，怎么是一种的关系。就在上个月7月12号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潘和祥牧师，他是白眉卫理公会的牧者，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有一个会友，他会有他的妹妹在吉隆坡的医院，他是已经是得了癌症的末期，他的姐姐就一直的在跟他传福音，但是在最后的关头的时候，就是在12号的时候，他还清醒了，还来清醒，但是医生已经告诉他们说要心理预备随时他都会离去的，所以他的妹妹就他的姐姐就向这位妹妹说，要他节制信主。要他接着信主，但是他的妹妹呢却有一个心结，他说如果我信主的话，那么他的身后事如何呢？这是他的一个结，因为他怕他在信主过后没有人跟他做追思礼拜，所以他潘牧师就打电话给我说可以不可以为他做追思礼拜。当时我是有犹豫一下了，坦白说，因为在7月12号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疫情也是还是很严重，当时应该是九千多宗，而且他的那个住宅期，这位姐妹的住宅期是一个黑期来的，所以要在这个黑期里面主持这个追思礼拜必定有一些的风险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圣经的一个话语就是闪过的念头，就是马可福音8章35节的，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的必得生命。就这样的一句话在我的脑海出现的时候，我就马上答应了这个彭牧师说好，我就为他做追思礼拜，所以他在14号的时候就安息了，两天过后就安息了，我就为他做追思礼拜。当我为他做追思礼拜的就是他入殓的礼拜过后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 Mice Gerard 的一页
白石家族也打针的那个时候就刚好就是出兵的他出兵的那个时间他的那一天同一天。当天我就是我已经就是填的可以打，但是我不知道出兵的时间是几时。但是到了隔天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出兵是在早上，我打疫苗是在下午。所以可以看到神的那种安排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神的安排是非常的准确。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是巧合啦，这个是巧合。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是让我去经历神的那种的信实，经历神的那种信实。我也看到当我们在我对于这个麦斯加扎的一夜真的是祷告了很久。当然其中但 在之前也有人就是offer 我了，说有一些人可以去找他能够去一夜。但是我觉得我不要如此做了，我不要如此做，我还是等等等。不是我拖大，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是去找一些方法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取代了别人的位置了，所以我不想如此做。结果真的是让我看到神的那种的信实的那种信实，也对这位神有更大的更深的认识了。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一的来遵循他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经历他，去经历他。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有一位神，他还是他的眼目还是看着我们的，他看着我们。只要我们遵守，我们还是要遵守，我们不能够扩大说啊，有神看顾我们，所以我可以不遵守，所以 SOP 啊之类的，我不戴口罩啊，因为神看顾我，不能够如此做。我们应当的就是做好我们的本分，其他的就托给神了。我相信神的眼目依然的在看顾着我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巴父神，主，孩子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心上感恩，因为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信实的上帝。不然你借着主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如何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你同行。你的话语由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为着主你的子民。父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遵循的一个标准。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与救主同行，在主福音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行，心靠顺服着主必同行。Thank you.
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在线上崇拜哦。如果有什么奉献，可以进入教会的户口，然后把收据发给我们财政哦。奉请姐妹，给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你保守带领看顾着我们，让我们做弟兄姐妹能够在线上一起的敬拜赞美主你。主，你也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思想主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日日夜夜的牢记在我们心。你也保守看顾着我们日的饮食，我们所需要你也赐给我们，在我们奉献求主你的欢喜悦纳，作为我们教会胜过一切所需要的。我们这样简单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下面去站立，我们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源头，天上万有赞他不休，天上众军和神相应。圣父圣子圣灵，赞美真神万福源头，天上万有赞他不休，天上众军和神相应，赞美圣父圣子圣灵。看一些的这个家事分享哦。好，因为现在疫情非常严重，所以呢，本是都是以线上来聚会，期盼所有的会友都能欢迎线上崇拜及祷告会。有意在12月18号百周年庆典洗礼、见信礼或转会的弟兄姐妹，尽快的通知传道哦。你要做一些安排。接下来我们围着一样事情来代祷，我们继续围着疫情来祷告，求主阻止这场瘟疫的蔓延，遏止病毒的变种，医治我们的地，特别纪念前线的医护人员、病患，还有这些经济受困者。我们也围着年长病痛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所以我们就是围着我们百周年庆典及纪念特刊来代祷。这个百周年庆典，特别是这个纪念特刊，我们是要收集每个家庭的这个每个会有的照片哦。如果你们还没有呈上的，尽快交上哦。我们就围着这几项事情来祷告。在天父上帝儿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继续围着我们国家的疫情的主人的面前，也纪念到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仍然处在这个非常严重的疫情当中。主，我们祈求你继续施恩怜悯我们，继续赦免我们国家的罪，赦免我们人民百姓的罪。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期间
能够愿意看见你，让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来寻求你。主，我们祈求你必须赦免饶恕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百姓的罪。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归向你。主，我们特别必须求你恩待祝福这些前线的医护人员。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的赐给这些前线的医护人员有健康身体，有智慧能力，继续来进行这治疗工作。主，你继续差派着主的天使天君围绕保护着他们，与他们同在。主，我们也纪念那些在 那些严重的病患，那些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些患者，就是仰望交托在恩主面前。主，你知道他们心中的担忧，知道他们心中的恐惧，甚至知道他们处在这个危险的阶段。主，我们祈求你向他们施恩，他们有机会遇见你，让他们有机会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救主。主，我们祈求你继续拯救这些还未认识你的这些病患，他们都有机会来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救主。主，我们特别也围着在这疫情当中许多失业的人民百姓带到主面前。主，我们也祈求你亲自顾念他们，也亲自的为他们开路，亲自的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主，我们向你祈求，主啊，让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结束。主啊，让这个疫情不要继续的来扩散，以致许多的生命因此而丧失。主，我们祈求你继续掌完全地守卫在这件事情上，特别继续用主的宝血掩护后遮盖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哪里都有主你的看顾与保护。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纪念我们教会当中一些年长病痛的兄姐。主啊，我们继续把我们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我们为这些年长的兄姐来向你来祈求。主啊，你知道他们身体上的软弱，你知道他们的心上的病痛。主啊，我们祈求你亲自的按手在他们身上。主，你继续来医治，医治的工作。主啊，宣告因着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因着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使他们的平安。主，你亲自的担当他们一切的痛处，一切的因着疾病所带来的一切不适。主啊，继续扶持他们，坚固他们，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们在这个病痛软弱当中，继续经历到主的平安和喜乐，也祈求你继续扶持他们的家人，继续赐给他们有主你的上好智慧能力，主你的生命爱，去来照顾这些年长病痛的兄姐。主，我们也将我们十二月十八号这个百周年庆典带到主的面前。主，我们祈求你继续感动这些舞蹈友，这些还未洗礼的弟兄姐妹，能够尽快的把握机会，能够抓紧这机会来洗礼，来接受会友，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祈求你继续把更多的这个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的教会。主，你服侍我们教会，服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主，我们也将我们所要出版的这个百周年纪念特刊需要完交托在恩主的面前，祈求你依然赐下智慧能力，我们都能够一起的来筹备及完成这个。我们要准自己的圣名，这样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预备心唱诗，主有主拜圣名平，预备心来领受圣餐。
真是悔罪，一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圣道，就单纯信心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恭敬地跪下，谦虚地忏悔，领着圣餐得受安慰。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种种罪恶，本是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得罪上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通过我们自己行为无心之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对圣子我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主的圣名，是靠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惩罚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是信靠主的人，现在们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能永以为善人的永远的生命，只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一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当仰望主，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因此我们和天使并天使长及天上的会众一同称颂尊奉主有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惩罚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
在十架上受死，基督在十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一切罪孽。他又设立这个圣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父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照圣旨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的受死遗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拍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业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一众一起来，慈悲的主，我们来到主的圣座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我们就涉及圣座下的灵税也是不配的，为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也常住在，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门。所以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和酒。我们打开，如果有的话我们打开底层，这是耶稣基督的圣体，为我们舍赐了纪念他，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喝了纪念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神，做孩子们来到主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如此的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迎着圣餐的受安慰，都是主你的恩典。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如今得蒙主你的救赎，你的宝血已经接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的来到主你面前，能够得蒙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福分。父啊，在这个疫情当中，求主你自己来纪念那些心灵上身体上受到种种的这种的威胁恐惧，这些的害怕的这些的人当中，求主你自己的恩典，你的爱也领导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在主里面才有享有这样的平安，如同主你的众儿女们。哇，求主你的恩典继续的领导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们家人还没信主的，求主你自己来恩待他们，把你的救恩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得蒙主你的一切的恩惠。主，我们也为着自己来向主你来感恩，也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成为主你的一个器皿，能够把福音带到我们的亲朋戚友当中，我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职场上的这些的同事，我们都一的把他们能够带到主你面前来领受主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让姐妹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啊。主啊，我们的天父，我们卑微的仆人，行着圣礼，恳求慈悲的父接受我们赞美和感谢的祭，也虔诚求主施恩，叫我们全教会的人接着圣子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功劳，得蒙赦罪而得他诸般的恩赐。我们现在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献给主，做合一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领受圣餐的人处处的得蒙主的大恩宏福。我们祝愿圣众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纳我们七七的子承，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收纳，不要计较我们的过犯。但愿尊贵荣耀归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赐你们意外的平安，保佑你们的心永远顺服敬爱上帝，而上帝的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常在你们中间。
阿们。我们一起唱你唱阿们颂。请坐，我堂平安上会。